Hello, everybody, 大家晚上好，我们是摩登兄弟，欢迎各位。你们要感谢大飞哥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感谢大飞哥？这个真心，谢轩儿啊。谢明七啊，谢轩儿，还有雨点。啊，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感谢大飞哥，因为他阻止了我的吻戏，是吗？静哥哥，静灵儿啊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蓝牙，晚上好。谢我宁夕，感谢薛尔小 F 啊，雨点啊，蝶儿，谢我岳云山，还有静哥哥，还有叫做会是蓝心平平啊，流星雨啊，谢我分，谢流星雨啊。不要喊我啊，我感觉在喊狗一样啊。好吧，感谢啊，感谢大飞哥，是吧？电影你们都看了吗？今天谢谢我蓝牙送的十辆轮拳。行，电影等会儿再看，等会儿再说。啊，电影我们等会儿再说，好不好？嗯，咱先稳一下，欢迎欧欧大哥啊！感谢蓝牙啊，感谢蓝牙。为了我开的会员是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剧呢，总共没投多少钱，啊，我估计这个剧能不少赚呢。是吧？感谢大飞哥，是有一个进，为什么大家一进来都感谢大飞哥呢？感谢流星雨啊，谢流星雨啊。说这个，别喊我，哎，然后呢？说这个，我在那个什么，在这个剧里吧，两个人要有一个要亲的一个过程，结果他开车路过啊，然后呢，及时阻止了。我看此时此刻那个弹幕啊，全在那感谢大飞哥。啊，这个仗义，欢迎我宁夕，欢迎我 Nico， 欢迎蚊子，还有亚飞，欢迎雪 F 金哥哥，还有 CZ 我丹丹狗狗，你和我 Yumi 啊，毒和大哥，欢迎列娜啊，欢迎我晶啊。讲等人静一静，咱们再讲这个。我今天我也看那个电影了，朋友们。我跟你们一样，我也是影这个影迷，我也是宁哥的影迷，好不好？啊，一会儿咱们聊，唱首歌送给你们，唱个什么呢？唱一个。今天嗓子比昨天好一点了啊，嗓子比昨天好一点了。
抢小苹果，我打他，敢说小苹果。一会儿给你们解释点这个拍戏过程当中的一些东西啊，给你们解释一下啊。唱一个什么呢？唱一个讲真的吧，好不好？你们听没听够这个？快了吧？啊，来啊，讲真的，来一个。谢谢维也纳啊，感谢。月啊，兔子月是吧？还有蝶儿啊，为您而来，是不是？朋友们，那接下来咱们就唠唠这个电影啊。感谢我的妈！谢谢我 Blackpink， 感谢啊 Blackpink， 谢谢流星雨，还有我图图，图图，我昨晚又在想你会不会被骗。这个电影呢，我想说，首先呢，大飞哥，我需要有个钢琴曲。这么惨的吗？就是感性一点的那种的。
你给我送榴莲壳，你吃完了给我弄来，你怎么弄点吃点西瓜，西瓜皮送来，我买个搓衣板。我开个召集令，朋友们先把召集任务做了啊。嗯，谢谢兰儿啊。首先我从这个总体来总结一下这个电影，我也看了啊。咱们作为一个这个影迷啊，我也是摩登兄弟宁哥的影迷，咱们讲一下这个轻松一点的音乐啊。大飞，我作为宁哥的一个影迷呢，我想说这部戏宁哥演的真的是可圈可点，演技肯定是没得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宁哥是一个这个路人嘛，他就是不是说一个路人，是一个素人，没有受过任何教育，没有受过任何的这个培训，能够把一个电影演得不假，我觉得可以，是吧？虽然很演技不能说有多好，当然演技肯定是不好，但是那个对于这个网大来说还够用，是吧？本色出演是吧？咱先不说本色出演，所以咱们先总体的来总结一下这个剧啊，先把召集令给我召集一下，谢谢各位，谢谢雨点给我开的守护啊。演的还可以啊，但唯一一点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配音不是宁哥，对吧？他里边台词不是宁哥，谢谢我的妈，你就想听这句话是吧？配音不是我啊。第二呢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丑，我不否认真的很丑。不丑吗？好吧，我想说我的粉丝，我真的，我有你们这些粉丝，我开个眼镜店肯定赚钱。你们好像视力都不太好啊，可能被这个爱情蒙蔽了双眼吧，可能是啊。然后呢，真的第二就丑爆了，眼睛又肿，脸又肿，眼睛肿，就整场都是肿眼泡，有没有感觉到？眼睛特别肿，脸又肿啊，脸整个就是这种，整场都这样啊。简直就是让我崩溃。第三呢，总体剧情来说，这个剧情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它就是其实里边很多很多东西呢，它是借鉴了一些我的真实故事啊，但是当然也是杜撰的嘛，就它的主线是借鉴了我的一些发展经历啊，包括我的一些问题啊，它是也其实有一些借鉴嘛，算是为我打造写了这么个剧本，然后也挺好的，对吧？因为你有朋友说跟我说，我看很多这个影迷朋友们啊，说影迷啊，说看哭了，这破电影你想看哭了，泪点太低了啊。但是可能是也有另一种，可能是丑哭了啊。谢谢魏演长啊，宁哥给你丑哭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，我想说真的是丑，是真的是很丑啊，丑。咱不说了，咱说这个电影吧，剧情还是可以的啊，剧情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很多影迷在里边说啊，看到这段哭了啊，但是这一段之后，这个就是同一个人这一段啊，宁哥好心疼宁哥，我都哭了啊。然后过一阵只要看到我和别人搂肩膀的画面，马上就变成另一面了。刘宇宁你干什么呢？把手撒开，手撒开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个棚里咱就种榴莲，回去你给我跪着，你看着办啊！还有人留言留什么呢？3000万粉丝马上抵达战场啊！这就我的妈呀！还有朋友到我微博留言跟我说：“宁哥，你骗我！你说没有这个过分的剧情，你说剧情只有牵牵手。”为什么还有拿鼻子拱人家这个画面？谢谢我图图啊！我说心里话，昨天我给你们介绍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我忘了有这个剧情了，我是真忘了。
我不记得有那个画面了啊，都不太记得了，是吧？欺骗了你们，不是欺骗你们，我是真忘了，我是真忘了啊！其实那个也没什么，也没亲嘛，就拿鼻子拱了一下那种的，啊，拱了一下吧。欢迎我少年啊！对，没亲到嘛，没亲到，拱了一下。我在家就是，我是因为下午有事嘛，我是抽空把这个电影看了一遍，但基本上我的70%的目光都在弹幕上。我第一次看这样的电影啊，就电影没什么意思，但弹幕是真搞笑，整场就不关弹幕没法看，没法好好看电影，弹幕都看不过来。谢轩儿，感谢水晶，还有宁宁毛哈啊，就我一看那个弹幕，当时我就有点懵逼了，就啊，弹幕你要很多朋友没有看过啊，可能没有看过，马上去看看，或者是我说完之后，你晚上可以再看一遍，你再看看那个弹幕有所增加。嗯，全是弹幕啊，你看两遍了。当然这个电影呢，我想说也有感动的地方啊，我说的是让我感动，因为我看有的时候可能你们。就把这个剧中的人物和我现实就愿意连接到一块儿去，对吧？啊，这是宁哥真的不容易啊，我觉得真的是。然后在中途有很多很多弹幕都是，如今社会这么嗨，不爱宁哥不应该啊，很感动。但是这句话不是最让我感动的，这句话哪句话让我特别感动的？很多人一块刷什么呢？说你的过去6年我没有参与。但你的未来我绝对不会缺席，对吧？真的非常好啊。其实我在这个看那个弹幕同时，我在家我也在家看，跟你们一样嘛，拿 iPad 看，特别感动啊，特别感动。你们看可能是一种心情，我看是另一种心情，就因为这是我的朋友在一直，就我就其实跟直播没有区别，我在看着朋友在打的字，在说什么，就跟这个感觉一样，啊，真的跟那个感觉一样，就是我在看你们跟我说什么，你们而且有些朋友真的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欢迎我 O R S A Y， 看这个整部电影的过程当中，全程和这个电影互动，就是能跟这个电影里边的人聊天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最可怕的。就咱们看电影正常看呗啊，就看剧情嘛，他全程和这个电影里的人物聊天互动，感谢我 ORSY， 这在外边吃饭呢来看我直播啊，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可乐要加冰，爱宁要用心，是吧？啊，都是特别好，真的特别好。但我想说什么呢，这个电影呢其实里边有一个环节是真实发生的，咱讲起来可能有点这个不太好啊，也是我算是我之前的一个感情经历吧。里边有个剧情是真实的，就是最后那个结局是真事儿啊，简直是我跟导演讲的一个点。当时呢，这个是当时那个女朋友分了嘛。分了大概有一年吧，啊，分了一年。有一天晚上我就梦见他了，梦见他了之后呢，然后这个事儿距离现在已经4-5年了啊，这个事儿距离现在已经4-5年了，所以就我就是想说这个事儿嘛，啊，我这个人比较感性。然后当时有一天晚上睡觉就梦到他了，梦里是什么情节呢？就是我到他家去吃饭。到他们家吃饭，然后呢吃完之后呢，他送我走，在门口，在梦里啊，我到今天记得特别清楚。然后呢，我就
我就跟他，我就当时在他在吃完饭之后，我往外走的时候，我就在那个他家开始哭。然后呢，在梦里啊，他问我，他我在哭。然后呢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哭什么？你怎么哭了？问我，在梦里，我说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在做梦。他说。因为然后我说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我在做梦，我在睡觉啊，因为现实当中咱俩已经分手了，已经分了一年了啊。然后呢他问了我一句，我们为什么分手？当时我一句话说不出来。然后呢我就当时就开始在那梦里开始哭，没过几分钟我估计我就醒了之后我就一直在那哭啊。所以这个剧情呢其实是在电影里是真的，但是没有，他没有具体表现出来，他只是一带而过嘛。但这个事儿其实我到今天都记得啊，比较还是比较铭记的一个东西。但当时在那个梦里我真的没法给他回答为什么会分，真的。但是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我先跟你们讲，当一个笑话讲啊，就这种的。谢谢啊，谢谢肥猫喵七啊，谢谢喵喵狗，还有猪儿，感谢猪儿啊，谢谢 ORSY 啊。好难过啊，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，你说过这辈子你，这个歌很好听的啊，行吧。所以这个电影我想说也挺好的啊，挺好的，谢谢 Nico 啊。然后呢我刚才说了一点什么呢，就是这个电影用的配音，全程用的配音吗？为什么用配音呢？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，你们每当看到我的时候已经想笑了，我要一直播的口音一出来你们肯定得笑死，你们容易出戏啊。因为我想说作为一个演员，他很多东西是需要训练的，比如台词，最重要的台词，普通话最基本的，我的普通话就太普通了，我的普通话就太普通了，真的。所以有没办法啊，没办法。当然我就是在拍那个戏的时候，其实我的普通话还不是特别好，拍完那个戏回来我就默默练了一年的普通话，每天晚上录小说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，对吧？每天录小说，在标准我的普通话，就是喜马拉雅顶上那个鬼吹灯嘛，啊，所以我现在普通话还可以啊，基本，对，谢谢朱儿啊，感谢朱儿，谢谢 ORSY 啊，感谢龙轩啊，欢迎龙轩。所以我也很遗憾嘛，我看有，因为现在可能近期也会啊接一点戏拍啊，就我还是蛮想走这个演员的路线，都想走嘛，多方位发展嘛，对不对？能演就是更好嘛，是不是？能演更好。所以谢谢优鲁图啊，这个朋友，感谢维也纳。有朋友说别拍古装了，古装好吧。就感谢林大鹏啊，我想说就是全方位发展嘛，就是有戏咱就接戏，有代言接代言，有歌咱就唱歌，当然歌肯定是主要的。但是拍戏这个东西呢，我想说比较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部戏拍摄周期比较长，两个月三个月啊，都在剧组，当然网大不算了啊。像我拍那个，咱今天看那个《罗曼蒂克》嘛，他只拍了10天，啊，特别赶，剧组特别赶，特别着急。这个剧本来是拍15天也能拍，他只拍10天，为什么呢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省钱。省钱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一天整个剧组在酒店住宿加吃饭，成本钱，
加租设备，因为设备都是租的，比如摄像机都是租的，然后呢每天都是有费用的，一天成本钱在10万左右，他多拍一天他的成本就会增加10万，多拍两天啊就是20万，所以他把12天到15天的戏缩成了10天，导致我在整个拍戏过程当中每天睡不上4个小时，每天收工以后2点了，2点回去洗脸，洗脸洗完脸干嘛呢，演员都有通告第二天你要拍什么戏啊，比如说我们3个都是演员，明天是谁的戏，明天是我，一般我男一嘛全程都跟着，明天呢拍什么戏，通告下来几点起床几点化妆，然后化妆之前呢这个不是化妆前，睡觉之前呢我要把，因为我不是专业演员，我要把明天要拍的戏全部从头到尾过一遍，比较认真嘛，因为我觉得不能让人就瞧不起嘛，我对这事儿什么都认真，我就宁愿不睡觉，我把所有的戏从头到尾过一遍，把所有台词背下来，把所有台词说的方法记到脑袋里，然后标注，我要那个剧本给你们看，就是你会感觉宁哥特别爱学习，全都是标注，认真嘛。所以我基本上在剧组就是2点钟收工，早上6点就要起来化妆啊，那期间我还在洗脸还在看剧本，其实每天根本就是最长的睡眠时间没超过4个小时，连续10天啊，当时那个时候真的是整个脸都是肿的，眼睛都肿的，根本睡不好觉啊，而且那个剧组那化妆师也不给我化，你不是化妆了吗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这个王小猫这个导演已经合作4部戏了，我俩是特别好的朋友，真的，王小猫导演你们都熟。我跟你说，我特别不能理解一点是什么呢？他就喜欢拍生活片儿，就明明我这个演员在这可以拍偶像剧，他就拍生活片，就想往纪录片那个导演做。第一部9520班的时候，给我搞了个中分。中分也行，我说中分我弄得潮一点，中分也好看，他说不行，必须要土的那种中分，贴到头皮上那种的，必须得那种的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我本来发型可以弄得很帅啊，就是因为我属于靠发型活的一个人啊，我发型本来可以弄得很帅的，不行，必须弄个丑。我说为什么？贴近人物，你要贴近这个人物，你要，我说我可以贴近，我性格上、表情上都可以贴近，但你不能就是我那个人物特色不是丑。他安慰我，不丑，可帅了。你那个中分梳完之后，特别像刘昊然。后来我就信了嘛，我说那就弄吧。结果这就是这种的啊，拍9520班咱不说了。咱先说最近这个《罗曼蒂克振兴史》，拍戏嘛，拍戏之前呢，跟我说说小宁啊，剧组这个经费有限，你自己带点衣服来吧。我说带几套，你照10套带吧。我家伙给家里这个最贵的衣服全给带了，演出服啊，各种西装、衬衫、耐克这个乔丹5的鞋都带了，啊，最贵的鞋，1000多的鞋，多贵啊，当时啊。T 恤太平鸟的400多买一件，把我最贵衣服最好衣服带去了，带回剧组去了。前一天之前就演员都得定妆嘛，就每场戏穿什么衣服他要提前定的，提前在组里。然后呢我就把衣服穿上了，穿上之后他给我来了一句，不行啊小宁啊，你这些衣服都太帅了。为什么帅不正常吗？不行，你必须得演一个特别怂、特别 low、 特别低端的一个男孩。我说低端也可以，我可以潮一点吗？哪怕我他想，因为这个剧前面那个角色嘛，小宁他是一个很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就很怂嘛，就很窘迫嘛，对吧？就是在那种当粉丝那种的，不是那种穷的孩子也可以很潮嘛，对不对？咋不是说穷就得土吧？我也可以很潮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咱虽然不穿名牌，但是 T 恤什么特别好看啊就好了嘛。
不行，你那样事儿啊，演不出这个区的精华。你这样，我下午让化妆师带你去买衣服。我说那行，去买吧。结果当时找了一个什么地方了？青岛有一个学校，我忘了什么学校了。学校对面有一片那个类似像什么小吃部啊，学校对面都有小吃部吗？然后小吃部有几个门市，然后里边有个三家是卖衣服的，青岛拍的啊。去了之后呢，一进那个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，就那种一进那个店，满墙挂的全是衣服啊，挂了四层，一二三四，全是各种 T 恤，底下全是摆各种鞋啊。去了之后，那个化妆师说：“那个你挑吧，随便选。”我说：“都不喜欢。”我说：“咱俩要不去趟万达吧，好不好？”我知道你的感觉了，我知道你要的感觉了。然后咱去趟万达，我就照那个感觉挑，但起码这个衣服得有点质感，对吧？有点型，有点剪裁什么的，你让我穿上，起码像个人。他说不，导演就要求这种的，你就你挑吧。我说好吧，啊，我就生挑万选呢。他因为他要亮色的嘛，我衣服基本以前都是黑色，要亮色了，白色、粉色、蓝色啊，各种条纹。选了一批之后，买了两双鞋，买了当时是买了六件衣服，两双鞋，一条裤子。然后呢，我就问我说那个老板，这多少钱？哇，你挑这么多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那个演员吗？因为我听你聊天，你说剧组的，你是演员吗？我都不敢承认，哪个演员过得这么窘迫？这六件衣服加两双鞋，结完账之后多少钱呢？360。我说你是不是算错了？没有啊，这衣服45，这个35，完那个鞋是21双，这个裤子贵一点，裤子是65。崩溃了。回到剧组之后呢，我就给导演我说，我反正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无奈了，哎，我得尊重导演，但是我心里很无奈。我说导演，够怂吗？他说这几件衣服特别好，我觉得。这只是服装上啊，服装上，然后呢化妆，确实剧组嘛，因为我去休息不好，皮肤质量特别差，皮肤特别好，都起痘，下巴颏全是痘啊。然后呢化妆，剧组那化妆师呢，其实人化妆师很专业，很专业。人刚开始给我定妆的时候说什么呢？说那个，哎，小宁，我觉得你这个眼睛我给你贴个双眼皮贴吧，显得大一点。我说行啊，你给我试试呗，你给我贴个出来试试啊。贴完双眼皮贴，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少点加点这个眼妆，你给我画点眼妆行不行？他说行，我给你少画点啊。画完之后我说导演怎么样，可以吗？导演说不行啊，太帅了这个。我说你有病，人家找演员都找形象好的，我太帅不行，你要拍动画片吗？他不是和那个人物就不贴切，你必须要去怂一点，要那种草根，要接地气。我说那怎么办？你看双眼皮贴给我摘了，眼线给我抹了啊，就那个就打粉底就行。结果呢，在剧组整个剧组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打粉底，就是我的妆就是粉底啊，就是打那个 BB 霜，打一层 BB 霜 OK 啊，就完事儿。粉底还是我自己带的，因为他说剧组那个太黑了啊，抹我脸上和我脖子有身上不太像，脸就特别黑，像包青天似的。你带你自己粉底来吧。好吧，我就拍了10天戏，一管粉底用了了。所以那个粉底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妆化完之后呢，正常化妆没有打，你想想你化妆打得满脸挑白的就出门吗？不可能啊，你肯定要画点什么轮廓什么之类的，
他不，他给我打的跟有白血病似的，就白就是粉底，一点轮廓都没有啊，一点轮廓都没有，整场戏就是一个粉底就说，你小宁早上那个六点起来化妆啊，我想起那么早干什么？八点出工，六点让我化妆，能化俩小时啊？我这个最多五分钟，还不让我多睡一会儿啊？所以我真，但是那个时候确实也不赖导演啊，不赖导演，因为每个导演有他的追求，所以我觉得王小毛导演就是一个追求拍摄纪录片的一个导演，真的，他喜欢，我觉得他总有一天他能干一个那种，就是那种纪录片，你们懂不懂？就越真实越好，像那种《舌尖上的美食》都拍不了，因为那个都加滤镜，都给他调色做美好，他不。他就要接地气，多么多土怎么拍？怎么土怎么拍？啊！我真的是我崩溃了，我要。我这一部电影出来之后，又出了一堆表情包。我一有俩什么东西就表情包，这又出了一批表情包，可毁了我的妈！行走的表情包。而且咱家朋友都特别有才，每一个图片都配的那个特别恰当。啊，我有一个画面，我躺在地方，这个肩膀好像露了一点啊，好像有一个这个哭的一个表情啊，我配着文字，我忘了是什么的，但是看完之后我自己乐坏了都。啊，好像说什么，我的香肩不好看吗？还是什么玩意儿之类的，我忘了啊。当然我想说什么呢，这是不是要不是鼻子高就亲到了是吧，顶到了啊。嗯，好的，我的妈看到你了啊。然后我想说什么呢，就是这个剧呢，我想说也不赖导演，其实因为什么呢，因为投资成本太小了，这个剧里的这个成本太小了啊，没办法，你想想就是很正常，因为这个剧呢总共没投多钱，化妆师也不能找特别大的团队，第一点，第二是拍摄团队也不是最好的啊，对吧，你得理解他总共没花多少钱，所以我也很理解。因为再一个什么呢，比如说这个戏投了一个亿，他能找我拍吗那个时候，对吧，所以那个戏的标准和我当时的身份其实是匹配的。你想想人家那个预算方给我30000块钱拍这个一部整部戏他都觉得高了，你想想，你想想这个戏他投资是多少。但是我想说，今天我就下午跟马小猫聊天啊，他说那个什么微博什么之类发东西，然后我说我看了一下点击率啊，300多万，我当时看了一下，我说300多万，我说怎么样，赚了吧，没少赚吧啊，因为其实网络电影都是靠点击率嘛。嗯，他没有直接回答我，他说的是就不赔了，那他460万了是吧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有那个分红吗？我觉得没有分红，咱们下一部剧，我觉得咱们就没有必要再谈了。因为猫导一直在跟我聊说拍下一部网剧的事儿啊，当然这个可能制作就大一点了，制作可能要大一点，这个制作可能在几千万吧，网剧啊。然后再聊这个事儿嘛，之前在发布会也说了，他这个几千万投资的网剧，就拍一个像类似《最好的我们》那种的，啊。但我有点不太信得过他，所以这次去我要自己带化妆师，不能心疼这几个钱，全程我自己带化妆师。谢静雅啊，谢静雅。然后呢，这个反正你回考虑考虑，王小毛啊，跟你的投资方商量商量分红这个事儿。
甜甜蜜蜜又能往来蜜，喜欢你牵手去旅行。朋友们啊，你们在这个序里是不是看到我哭，是不是看到我哭了？朋友们啊，就有没有就看到我就是哭着，很多这一共这一场戏就是整个电影大概哭了四五次吧，对吧？哭了四五次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每看到一个镜头，就是这一场戏，你宁哥在哭，他要拍四五次，也就是这一条哭的，你都从好几个角度全景刷特写啊，侧面，然后从那个背后切，各种就是你得一直哭，我要崩溃了。当时我今天我妈跟我一块看，她看我哭了，她就问我，那个，这个你当时想什么玩意儿？你在那哭，能哭出来？你当时脑袋想什么能哭？我跟我妈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，啊，就是，因为我是一个专业演员，我很投入，我做什么东西就是很专业，我投入，就你投入到这个剧情当中，你就会哭。但朋友们，你想一下，我毕竟不是专业演员，我怎么可能一直哭？他不像我跟你讲，朋友们啊，其实演员这个东西不是门槛很高的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当演员。我根本都不算演员，啊，我就是只是能是这种小戏在里边串一串。但真正和你一种专业演员比不了。你知道孙俪吧？大家都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孙俪演技特别好，就是演那个《甄嬛传》嘛。各种的大剧，对吧？你很多朋友觉得，哎，怎么叫演技好？其实他演员有很多技能，比如说哭的这个技能，跟你们讲一下，说哭就哭，哭到什么程度，啊，都有控制的。比如说这个眼泪怎么控制在眼圈之内，充满但是不让它流下来，这是要控制的。而且呢，哪一个字眼泪要流下来，都要有控制的，你懂吗？他不像咱们委屈了啊，一块儿滚，那不行，那不没有控制的不行。就是比如说，你看那个《甄嬛传》，孙俪那个近景，他喊了一句“皇上”，那个“皇上”那俩字一说完之后，那个眼泪啪下来了，懂吗？就你哪个字眼泪下来，哪个字在含在里边，前面哪个台词在含在里边，哪个点爆发。他都是有讲究的，啊，所以那个什么，所以他我根本就不专业，没办法，还得哭，怎么哭呢？有一个东西叫催泪棒，我在九五二班的时候用过，你可以到百度搜一下催泪棒，催是这个就是催促的催嘛，催泪啊，催泪棒啊，棒棒的棒，催泪棒什么东西呢？它是个这么长一个像口红一样的东西，你怎么用呢？抹在你的这个下眼线上的，抹一圈，你就会感觉你的眼睛里滴入了风油精，你想想那个感觉。你想止都止不住。我第一次拍九五二班的时候，那是第一次接触那个催泪棒啊。当时有一场戏什么呢？有一场戏是这样的：别人的女朋友得成植物人了，我陪她男朋友来，对吧？就是我哥们儿的女朋友植物人了，车祸了，然后我陪她来上医院看。但是我要那场戏，我要表现的就是很痛苦嘛，因为朋友嘛，我跟她也是朋友。我兄弟的女朋友也是我朋友，然后呢，那场戏要表达的就是很眼睛里含眼泪，有点伤心要哭不哭那种感觉。结果呢，我就拍之前我就抹了点催泪棒，我怕我哭不出来呀，因为那场戏很搞笑。结果在那个病床外边啊，我哭的那个惨呐，我一直在那。直哭，她男朋友在旁边，
当时导演看完之后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戏，我觉得有别的发展路线，我觉得啊，让这个观众可以深思啊，就是完全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，所以那个东西让我记住了，所以这次拍戏呢，我也很努力，努力在哪儿啊？我就上淘宝买了一个，然后拍戏过程当中我就用。当然前期不用用啊，这个运第一场戏的时候就可能那个感情能酝酿出来，但你后面你实在哭不出来了的时候，你再用那个，啊，你再用那个，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白色一个膏嘛，抹在眼睛底下，所以真的给我哭了。当时有一场戏是这样的，然后他是怎么说？演戏都是这样式，你坐在这儿，打个比方，宁哥坐在这儿，他要从这个角度拍一个，从这个角度拍一个。从正面拍一个，全景拍一个，可能四个景啊，就特写拍一个，四条都是你要讲同样的话，四条要讲同样的话，你懂吗？懂我说的意思吗？就是他要拍四遍，然后去切镜头嘛，你们应该懂这个东西啊。当时呢，开始的时候已经拍了两条之后呢，因为我们那个剧组可能是投资比较小嘛，他每拍一条